Aptos 物种的学名是 Aptos aptos 或 Aptos aptos dushasinwe coloti。1864，它是属于软木科海绵的一种。已知此特殊物种含有阻断肾上腺素受体的化合物，尽管对鱼类有剧毒，但已知它会被玳瑁 Eratmochelys imbricata 捕食。Aptos aptos 是属于软木科海绵的一种。已知此特殊物种含有阻断肾上腺素受体的化合物，尽管对鱼类有剧毒，但已知它会被玳瑁 Eratmochelys imbricata 捕食。Aptos aptos 属于海绵科，该科是网角海绵目海绵海绵纲六海绵亚门的海绵科。Aptos aptos 是属于软木科海绵的一种。已知此特殊物种含有阻断肾上腺素受体的化合物。肾上腺素受体是一类由神经传导物质去甲肾上腺素，也称为去甲肾上腺素活化的受体。这些受体参与多种生理过程，包括心率、血压和新陈代谢的调节。Aptos aptos 是属于软木科海绵的一种。已知此特殊物种含有阻断肾上腺素受体的化合物，尽管对鱼类有剧毒，但已知它会被玳瑁 Eratmochelys imbricata 捕食。Aptos aptos 对鱼类的毒性是由于其阻断肾上腺素受体的能力。Aptos aptos 和玳瑁 Eratmochelys imbricata 之间的关系是 Aptos aptos 是属于软木科的一种海绵，含有阻断肾上腺素能受体的化合物，而玳瑁 Eratmochelys imbricata 是龟科的一种海龟，已知以 Aptos aptos 海绵为食。